你可知道香港五十年品牌的百乐潮州有一件在后厨深锁的神秘食材，传承五十年的秘制卤水胆，卤过上世纪的广东狮头鹅，也浸卤了今天的法国鹅肝，肉香浓郁，醇厚绵长。港式潮州菜，从上世纪潮州人到香港打拼的打冷文化，发展成今天名流捧场的金贵餐饮。来自潮州的陈师傅深谙潮菜精髓，以菜丝卷入鹰鲳鱼片，肉质鲜嫩，再将整副鱼骨架酥炸，骨香浓郁，选用顶级食材呈现港式潮味，匠心妙手，滋味造化万千。